你看到标题呢，你现在还点进来呢，我真的是很佩服你的勇气。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， 我是俊贤。你看到标题呢，你现在还点进来呢，我真的是很佩服你的勇气，也恭喜你，你已经过了那个对这种东西有恐惧的一个关卡啦，所以你已经点进来了，所以请把 video 看到完。可能你看标题你就知道了，今天我要开箱宠物。上一个 video 呢，我开箱的宠物是蛇嘛，所以蛇是没有脚的。今天呢，我要开箱这一只呢，其实是两只呢，这两只呢，它的脚是很多很多的，所以我今天我要开箱狐獴，开箱两只狐獴。那还有今天我也要回答一些OK， 我都过先。今天我也要回答一些观众的一些疑问的问题啦。这个 video 里面的小蟹子怎么样了？我是算不到啊，它真的是太多只啊。一般来讲，这一窝会有百多只啊。这些小蟹子有200多只，而且每一只都很健康。现在已经大概，有应该至少有5cm 了啦。我没有真正去测量它，因为它的尾巴还有它的身体大概有5cm 了啦。我大概应该也有5cm。选了三只刚刚换皮的，所以它们三只应该是这里最大的啦。我相机 focus 可能有一点问题，所以这个是它的皮啊，我先拿掉。这只比较清楚一点，它刚刚换皮出来，所以它的身上的颜色比较浅色啊，它的黑色还没有很深。这样的 size 已经能瞄一只蟋蟀了。OK， 好的，所以这里有两只，以我现在看来，这个只也有5寸啊，最少也有5寸这两只。所以这两只是 Cherry Red Centipede。 好，所以脚有几只，你们自己算啦哈。他们就是蜈蚣的脚就是很多只的啦，这不能开玩笑，不能放手下去啊，因为我曾经被咬过，是一个很不愉快的经验，所以我它的行动，其实这应该还可以再大多两倍，可能还长多两倍这样大。所以它尾巴，它的头，哎呦，这是第一只。哦，这只是第二只，这只我这只比较大只哎，而且这只我不要打算动它。因为这只你看它，我觉得它一跑过来，它就可以直接整只跑出来了。这跑出来就麻烦了，我不要去抓。等一下，这只比较大，而且它的颜色比较有深红的感觉了。这只比较浅红色，还没有，可能还没有长大是吧？哎，还是两只不，是不是拿错给我？我觉得这只是不一样品种哎。这只才是 Cherry Red， 那这只是什么？他应该能拿错给我了啊！这只好像不是 Cherry Red 哎。Hello， 哎啊，你是 Centipede 啦、啊、？Hello， 啊，一只是 Cherry Red， 一只是你拿不对给我是吧？没有，对，一只是啊啊，现在可以讲，我们可以回，你我们中啊 ，OK， 可以，没问题。哦也，哦，看来一只是 Cherry Red， 另一只不是 Cherry Red 来的，他拿错了啦！我要两只 Cherry Red 啦！哎呀，这样其实拿两只不一样的也是可以啊。其实啊，很多幕后花絮啊，我是没有拍到的。刚才在喂他的时候，他跟我趁乱逃走这只 Cherry Red， 现在我在想办法要怎样把它弄回这个。OK， 好，我 double confirm 了，这只是 Vietnam Giant Centipede， 它躲进去了啦，它的脚是白色的。
OK, sorry 啊，如果仔细看的话，他的脚是 yellowish 像啊，不是白色，因为 camera 的 screen 看来好像是白色，不过如果亲眼看的话是 yellowish， 他的脚是黄色，所以我很 confirm 的这只是 cherry， 刚才跑掉的那只是 cherry。然后现在因为我给他们躲了，他们有地方躲，他就不会出来了。So, 好了，昨天开箱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不对，其实我真的是没有注意到，而且那个卖家也是，他也是blur了啊，他以为他拿两只 cherry 给我，结果他拿到另一只不是 cherry， 不过还好啦，至少我有两种不一样的这个蜈蚣来 share。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，拜拜。